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唱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长春初见你蓝色青春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这悠长命运中的沉痕，常让我往远方出神，回首眼飘转在池塘，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，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人等一辆无人的空荡，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这悠长命运中的沉痕，常让我往远方出神，回首眼这世界有那么个人，活在我飞扬的青春，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，常让我想呀想出神。朋友们，晚安。刚，咱们一块唱唱这首歌，是那个莫文蔚，真的莫文蔚，因为头脑里面还在想刚刚唱唱那个情景，所以就把那个主唱唱上，给他忘了。莫文蔚，莫文蔚唱唱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
一开始出来这首歌好像是这两三个月前冠歌，我就很想要把它学起来，可是我觉得他的歌好像不怎么好唱，又是这种很慢的歌，很慢的歌，所以我就唱出来就觉得好像是很难唱，所以就一直没有很认真的学。可是那天呢，不晓得听到谁有唱过，个人觉得还蛮好听的，所以呢我就很想赶快把它学起来，跟朋友们来分享。好，这首歌呢我唱的是女生的 B 调，女生是 B 调，因为它的原调是 B 调，所以我唱的是 B 调，又唱了一个 key。 好，我本来想说如果再唱升一个 key 的话好听，我就唱另外一个 key 好听，如果说唱上好听，我就觉得唱上听就可以了，感觉上起来还蛮好听的，所以呢所以我可能会照 B 调下去用。好，也是陈美惠的第684首不同的歌曲。好，感恩你订阅者呢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好，我会持续的加油，好，为我自己，好，为我自己。还有呢当然如果朋友们也喜欢听，好，我可以搭配动能器一举两得，最最好。好，唱歌有人听过，以前又说过，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好，如果是新认识我的朋友，他才刚刚开始看我的频道的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，还没有订阅，也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也可以留言想要听什么歌曲，我再尽可能学起来，跟朋友们来分享。我唱的歌呢，会很多元化，我可能会唱很久以前的歌，我可能会唱很新的歌曲，只要卡拉 OK 它有出来的，不含任何谁的歌，不管有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或者是说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歌手，我都会唱，只要他的歌我个人觉得好听，我就会把它学起来，放到我的 YouTube 上去，以后老的时候我自己不会唱了，我可能没有那个力气了，我可能变老吃了，也有可能如果看到我自己在那边唱歌，哎，这谁呀？好，那个感觉应该也不错哈。很多人会说什么 YouTube 或干嘛？我在想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不是那个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专职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只是想把我这个东西留下来放在上面，用那个 YouTube 帮我储存起来，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，因为他也免费帮我储存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也不用花一分费用把它唱出来放到上面去。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各取所需，非常的好哈。YouTube 这样的作风真的是非常非常，他也没有跟你收广告费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用干嘛，就只有一部手机哈。那我家里有卡拉 OK， 就架着一个麦克风，一个卡拉 OK， 这样就好。如果我出去爬山的影片根本没有，就只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哈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想要保留一点点的东西哈，想要做以后就可以回味一下哈，可以去。可以去执行这个事情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困难哈，跨过一处看看哈，做一个看看就可以哈。因为我一弄到现在，我已经传了900多部影片上去，真的我以后真的怎么看都看不完哈。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的爽。OK， 讲的废话那么多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晚安，下首歌再见，拜拜。这世界这么多的人。